服输的精神，斗志比较强。谢谢。将他的第一只杯子放在了圆台上。这杯子开始，整个杯塔的基础都要开始形成了。韩立强现在威神附体。
Congrats， 安立强，你的成绩是16个，成功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。16个的记录诞生了。